出年會唔會開40年嘅紀念演唱會？唔會，因為我仲未做完呢個 tour 嘅嚇，我最多帶翻翻嚟啫。我哋有機會出年再見一次嘅，好嘛？好啦，咁啊，到今日咧，我其實開咗第10個嘅演唱會噶啦。第十個演唱會同以前9個演唱會有咩唔同咧？咁當然啦，本人嘅外貌啊、氣質啊，即係各樣嘢都同以前唔同咗噶啦，真係啊！如果大家覺得有懷疑嘅咧，頭先第一隻歌咧叫烏拉啦嚇，第一隻歌叫烏拉，請大家睇下91年嘅演唱會嘅錄影帶嚇，睇下本人當時嘅氣質係點樣噶嚇，係非常之唔同嘅。本人真係，我覺得我以前好勇敢嘅，真係。即係有冇練啊？有冇成啊？穿件背心走出嚟啊？有少少咧，一睇到想食電視嗰種嚇。咁今日唔同啦嚇，今日到今日咧，本人嘅氣質已經唔同咗啦。所以啊，為咗配合本人嘅氣質咧，咁我帶嚟咗我哋嘅管弦樂團。喺我身後邊嘅呢一個龐大建築物咧，樓高40，呢4層入邊咧。